谢谢阿星，大庆，谢谢阿星的魔法飞机。这衣服好看，这衣服跟长廊一样。我有个白色的这衣服，这是在长廊没有抽出来。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长廊的手感挺好，又瘦又高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空投行动即将开始，我是队长吴京。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，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，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。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，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新的浪子，茫人海之中的女人，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世间的如刀让我伤痛，总是在梦里。小鸡狗有一对。哎呀，卡住了。还有一个落小鸡楼房顶，也是人才。你们有枪可以揍他呀，他在房顶。没有枪。还在房顶站着，我服了。没捡到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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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把子弹，子弹我都扔了。打小鸡楼吧。我需要武器。楼顶。天上飘过来一个，药包都没有啊！他不会把我人头补了吧？小区里有人啊！我知道，能顶吗？可以点。左右都有。完了，没车了。往这跑，往这跑。来了。很烦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没要，他们应该有。